明天就是他生日了嘛，啊，哦，那你们，去不去？明天我以前那生日，我妈要叫我回家吃，在跟德中洗头了。真的明白。那以前我们是这样。那么咱能怎么？天天的。以前那里过啊，我们小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，就是摘这种的。你看那里有这个肉，小的。你要跟我们去做工吗？我要看儿子，我看你们去哪里做工。 加葱苗，去哪里挑？前面那里啊。就那一堆吗？对啊。哦。你要不要拉回来冰淇淋？我拉回来冰淇淋。你干脆长苗了。对，看我的甘蔗它。你看有麻多甘蔗长苗出来了，不不不，到时候来搞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吃一点。对。哦。 这是去年留下的那个甘蔗根长出来的苗，都那么高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了。还要缠这边，缠到穿先。缠这边，对吗？缠我可能我不会缠哦。嗯。哇，这么重的！我都不会缠。 缠不到，他缠他一度的。以前在来宾养鸡的时候，就是帮人家缠过稻谷。一边上一边下，一边上一边下。我这把太大了，这一把。为什么我在家里搂的时候不会那么轻？我要拖啊，分姑的福今天搞一半回去，明天。反正我们要等他到你那里煮的。发财的时候，要不要没有？来人头了。我记得以前我们还小，可能像圆圆那么大，10岁的时候经常要去挑这个的。 我以前挑不动，我挑到空气了。他应该长2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人家阿杰哥就是专门做这种的。阿峰哥说他穿的不会穿。他穿的不好。嗯。他转位了。啊。转，他转，他没撑他。他应该长2度就得了哦。可考上面那些。 扁呐，现砍的扁担呢？来看有3担了，你以为？走喽！哎，走哥。你看一下，一人挑一担，有3担，你看。你看一下二三，你有多厉害？你看，有个牛逼啊！哎呀，鞋哥都到家了，鞋哥。 40岁啊，我装点一下先，我爬过边边。你这样子不行的，那你想吃霸腿啊？鸡毛都没有。哦，更容易了。阿芬姑说的，哦，你们以为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！你水猛啊，你敲不到。阿芬姑又看不起二嫂。 不知道是看不起二嫂，不知道是看不起还是心疼二嫂，就是觉得他是抬不起，挑不起来的。挑得起的，你看我这样子能挑得起。你要挑到肩膀。狗急跳墙，几点走啊？你我看你能走。你要一前一后，这个才好，你走这种小路。你们要跟唱，哎妈，我去干嘛？刚刚一些。我在前面来是吧？有，你挑得动吗？挑得动了。 你要相信我，要不要我帮你？他绑得太紧，我要挑重点。来搞了，比赛算了，比赛算了。没地方躲。长的你要扛旁边的。来，这个有点危险。
你看吧，你问你问呀、啊，你就放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腰子要断的了。把那个棍子要放在肩膀正中去，他就不会抠。鞋子都过来了，还在这里说那么多。然后敏哥，阿敏哥可以的，应该。我也好久没挑担子。我牛的抬得起，你说我可以吗？你说。没有是你去挑的。我每个跳，没有，给他锻炼一下去。到到到那田那里，我再去挑。等一下到田那里肯定挑不动，你信不信？他如果一放下来就起不来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起码再放我。阿嫂，相信自己，不要被他们看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家婆说可以吗？为了这句话，我拼了！你说。到家了，还是有点重量了。好不容易到家了，是吗？对呀。哎，要不他们老是小看我，飞不回来。给自己一点信心，是不是？厉害！因为太久也没有挑过了，会感觉比较吃力一点。哎，正常的。我可以挑第二单过来了。第二单，第二单了吧？放到下面了。今年做扣肉的柴火大把多了。来了，赶紧的，谁也没走。哎呀，鸡蛋啦！哎呦，还有那么多鸡的。不要，晚上不要过来啊！有狗的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听到没有？狗一叫我就知道这边有动静了的啊！他打了呀，他打了。我都乐说我能盯他的那黑狗，他那么喜欢那条狗。对呀、啊。看那边有有啥的？那边有这么啥了不？有个啥的嘛？嗯。我有个啥的。他才敢来给我比牙齿痛。买的假的避孕药。你们跳跳都跳得起，那么抱不动我了。你要选我下一场。妹妹，你看我也得公主抱哦，你得阿公抱，我也得抱哦。啊，对。因为人家男生有脂肪，你不要。好像你都瘦了是吗？90斤吗？啊，90斤。我带了96斤哦。你比我重。看来我也该得减肥了，我去我那边啊，去我那边减肥啊。没有，我这里都能减肥。想肥都不行。我爸说，下次水少一点去摸螺回来喂飞草，你就跟他去帮我摸。可以，好好玩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妈上次去摸都不愿意走。